大家好，来，今天来搞发型。二哥，帮我染个哪个色？头发都黑完了，全部都黑的不好看，所以要染一个白一点的。他说要染一头乌黑黑的白发，看我72变把头发敲给我侄子看一下，会不会变得很凉白的那种。开了两个耳塞。明天给地中海买暖炉。地中海多。地中海多，你也得把地中海多。你看我们本来就年龄就不大，看起来我要比他老很多。教是教书，他儿子都比你儿子大。哎，在一坐在这里，还得有个人叫你叔公。你有个花了。大侠之粉。抽空回个评论。大侠之粉。好饿，看我吃。剪个头发就算了，还要请吃粉，哎，太难了。牛肉粉，边吃边回评论，不然白天又没空回。等一下，我就要睡着了。哦，当然可以了。果然还是放心不下啊。别给难过，因为这毕竟是……帮我评论。另谁聊？还叫老头不？哎，这个发型，他说我遇到他结婚那年的发型。我结婚也是他搞的啊，也是侄子搞的啊。他又重新帮我搞了一回。一转眼3年过去。人靠衣装，美靠靓装，老头靠发型。没有彩票了。柳州这条街就是你最靓的仔。他是最靓的仔。人家问我水岭村谁最帅，我不敢说我最帅。他打扮起来又高又帅。他经常回村里面帮那些老人小孩剪头发，免费剪头发。跟刚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吧？一个天地之差。困风吹这么冻猛啊！可能风吹都不会动，算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去参加朋友的开业，然后朋友新店开张，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去看一下，要带一个帅帅的发型。侄子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。我侄子这人特别好，他经常回村里面去帮老人、帮小孩，帮他们做造型，帮他们剪头发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都免费帮。啥呢？好了，你好，多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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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要叫。嗯。哦。那两个。